今年 iPhone 12全面采用 Face ID 脸部辨识，取消了 Home 键，让 iPhone 的操作和过去有 Home 键的时代有些微的不同。所以这段影片简单和大家分享两种 iPhone 的开机方法，两种关机方法，和如何强制重开机，和如何进入恢复模式，还有进入 DFU 模式的操作方法。首先是如何为 iPhone 开机，除了能按住侧边的电源按钮外，如果你不想按任何按钮的话，其实你只要将 iPhone 插上电源， iPhone 就会开机了。至于 Face ID 机型的关机方法，按出侧面的电源键已经无法关机，因为这颗按钮已经分配给 Siri 了。好，谢谢你告诉我。你如果要用按钮关机的话，你可以按住音量加键或音量减键，两同时按住和侧边同时按住那个电源键按住，就会出现关机的画面。按住音量减键和电源键也可以。如果你不想按任何按钮的话，你也可以到设定，一般最下面有个关机，你滑动也可以关机。如果 iPhone 卡在某个画面或黑画面，怎么滑动萤幕都没办法动的话，你现在可以试着用强制重开机的方式，就是按一下音量加键，按一下音量减键，然后再按住电源键，一二三，然后不动，直到出现白苹果画面。到现在继续按住，直到出现白苹果。这样就强制重开机了。按一下音量加键，按一下音量减键，然后再按住电源键不放，直到出现白苹果，就可以强制重开机了。如果电脑 iTunes 抓不到 iPhone 的话，你可以用进入那个恢复模式的方式让电脑抓到那个 iPhone。 操作方法现在是将你的 iPhone 连接电脑，好，然后接下来的操作方式和强制重开机一样，按住按一下音量加，按一下音量减，然后再按住电源键，直到出现恢复模式的画面。按一下音量加，按一下音量减，按住侧边按钮，继续按住。直到出现白苹果。然后现在继续按住，直到出现恢复模式的画面。这样就成功进入恢复模式了，那电脑就会抓到 iPhone。 如果你要退出恢复模式的话，按住电源键直到萤幕黑掉，好，放开电源键，然后等个一两秒，再按住电源键，然后就强制，这样就开机成功了。接下来是 Face ID 机型如何进入 DFU 模式，也就是工程模式。现在是比较少用到这个模式，过去是如果你想要 JB 越狱的话，可以进入 DFU 模式来越狱，或是电脑真的是抓不到 iPhone 的话，也可以进入 DFU 模式。好，操作方式是比较复杂一点，按一下音量加，按一下音量减，按住电源键10秒，然后再按住音量减键五秒，后五秒后放开电源键，继续按住音量减键，直到进入 DFU 模式。DFU 模式整个画面是全黑的，没有任何画面。
如果出现白苹果表示是失败了，我们现在操作一次看看，按一下音量加，按一下音量减，按住电源键10秒，3 4 5 6 7 8 9 10，按住音量减键5秒，1 2 3 4 5，按放掉电源键，1 2 3 4 5 6 7 8 9 10，成功进入第二 view 模式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电。如果你想要退出 DFU 模式的话，方法就是强制重开机，按一下音量加，按一下音量减，按住电源键，直到出现白苹果。这样就强制重开机成功了。